嗨，大家小孩子，这一集开箱 DevTips 2021年，春夏发售的这一款 Seagull 01的这个 setting 面料的短裤哈，那一样是纯棉的面料，然后 setting 的这个织法，所以这个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大家也知道 setting 就是它的布料比较硬嘛，因为它的织法比较密，那相对的再来的话，它织的比较密，就是它的布料会比较这种光泽感，你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？OK，有点像是丝绸的这种感觉，光泽感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它也比较就是穿起来比较挺哈，它的垂坠感也比较好。好，然后这一款的部分，它设计是松紧带的腰围是松紧带设计，然后配抽绳，那你可以做尺寸的调节。然后侧边就有两个口袋。好，然后反过来，背面的话，就有一个大口袋。那大口袋上面有车这个 double tips 的布章，好，double tips 的布章，OK。那细节的部分呢，还有这个小小的这个咬标也少不了嘛，就是基本的，就基本上都会有的这个小细节。然后再来在抽绳的上面呢，也有这个抽绳这个塑胶收尾这里也有压 double tips 的 logo，OK，两个都有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。差不多，那最后剩下版型哦。W S 的话，基本上短裤的版型都比较短啊。目前我的经验都是比较短，膝上的，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看这个裤长有没有适合你哈，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穿短一点的，那也 OK。好，那大致上是这样，就跟你们分享这样子。那一样，如果商品有需求或有其他疑问，都欢迎再来讯联系。拜拜。